有关这个庄严哈，咱来过来看大集经，就讲安尼，大音乐庄严，第二就是三昧音乐庄严，第三就是智慧音乐庄严，第四就是陀罗尼音乐庄严安尼。那么这三点呢，是大集经内底所说明第几个大？所以音乐是什么货呢？音乐就是这个叫印度布吉人的这个装饰品，是什么物件做来？就是叶啊编织起来。有些人呢，拢有挂这个物件，迄、那个叫做音乐，哦，由叶啊所编成的。那么这个这个是代表啥呢？因为这个音乐，这个是代表高贵啊，并且代表高贵，哦，高贵的装饰品。但是这句话是讲安尼，因为菩萨持境界，菩萨呢，对于这个叫如去凡夫界，因为这个界有两种的意思。支持，哦，阿爸支持，安尼，这两行。这个支持就是诸恶莫作，安怎样哈？那么作持呢，就是众善奉行安尼，啊、哦，所以这个菩萨持境界就是支持，连微细错误伊都唔敢犯着。那么自然呢，伊身躯离开一切恶，自然无做恶业，自然会生这种界的庄严相出来。我坦白给讲的就是界相，我注意你今后去修五界哦。我甲人讲，你的嘴无恶白讲，身躯无恶白做，那么迄个庄严会体现得起来啊。哦，你甲想讲佛陀，你讲迄、那个，我伫北方在教有讲过啊。不能讲佛陀为什么你的手？看韩文中心的手无同，伊个手为什么较加一根薄膜？对不对？我伫北方在台，我有介绍过嘛。伊就讲，伊无四十以来，伊就唔捌敢提物件。你甲看伊这个相个先生，哦，啊，个人问讲，佛陀为什么个气吐出来到遮？佛陀气吐来到遮，伊无我讲个无？伊就是讲，伊无四十以来，就唔捌讲过白贼个。咱人讲白贼，字愈白嘛，字根愈暗，这应该大家知影。哦，你讲看为什么会硬哦？为什么讲话袂流利？原因就是妄语多嘛。你若今日你，你若想讲我唔爱讲白贼话，啊，你搁期待比较快，你讲你来是个说法，你讲话音色啊真好听，众生最爱听。你搁讲话，我若真明确，会真来同分析道理用听。哦，迄个是前因甲后果嘛。啊，你来白菜，我讲我一大堆啦，我甲你讲，到尾你像因果安尼，到尾骗你。哦，迄对人呢？哦，这个就是叫讲菩萨持境界，离心之自恶，所生之庄严相，要持着迄个音乐的高贵。那么第二呢，叫做三昧音乐庄严，而且这个三昧的庄严，啊、哦。三昧哦，这有三种意思，第一就是定，第二就是正修，第三就不修，安尼。什么叫做定？就是咱人定心时六根。我有看到六点，耳有听到声点，目睭有看到色点。但是你这个六点对六点了后，无被起心动念，这个才真正禅定。有一种坐了定定，啊坐下就无定呢，安怎无？可是今日是大地含含在接触的中间，无论你听到偌好听，也未感觉真欢喜；听到偌歹听，也未生气。那么这个叫做定啊。安定吼，啊，迄个是真正的定，我禅定的重点是伫遮哦，迄叫做机械妄想。那么什么叫做不修？
所以这个证据，我怎么伫这所在咧说吼，认真注意听，这个叫做证据。因为你进来伫这无听吼，你听袂到啊，安怎吼？你人伫遮啦，啊心里伫遮无？若有伫遮，安尼就证据。我每一句根据根据讲的，你拢听有。安叫做正修，不修等于讲啥呢？面对弱点，无起心动念，安叫做不修，也叫做定。哦，心无恶别杂念啦，无妄想啦，无邪思啦，这叫做定。但是菩萨这三昧因果庄严的，我修善定，离邪觉。邪觉是什么？就是错误的障碍啦。对这个佛法无正之见，这就是错误的邪觉啊！所以内底呢，那是有真正在修善定，离诸邪觉。因为这个定唔对哦，定也唔对，有一个叫做痴定，哦，有一个叫做痴定，啊，有一个叫做邪定。那唔对，人是安尼，吼、哦，特别是咧，即个那要学禅定吼，你千万唔通学白学哦，学白学到尾啊，业障现前入到你的身躯，我甲你讲，你会像小人安尼哦，我无骗你哦，无境界，但是无境界，另外一个是有时阵出大事，哦，无应该笑笑到二点在笑啥，啊，唔再去含三光话，甲你吹恶白念。啊，不是有些早就袂了，袂困着啦。不是个人那个情况，哦，啊，有个讲有神通，迄有几个比较早的一个有神通，对不对？所以本来就是定啊，禅定的正确定，恁个对头容易较快，哦。这个为目的，把十大地主中的其中一个讲，什么叫做愿做？恁个对头容易看到，但迄个愿做的属性，啊、哦。看安怎样教，看为目的之事安怎样讲。尤其是我头前已经解释真侪禅定过啊，你家己来看。所以今仔在家上，你若要禅定，第一爱离开男女的问题，这第一个问题。第二呢，绝对袂使去无修改，因为无修改的人业障就先不变，会甲你干掉，到尾会侵入。第三，你袂使讲无带付一段真长的时间参会业障。就是你请问国家的耳禅定，你一定要佛前发大愿，自然天文八部给你护法，各菩萨给你护法，安尼来较袂出大事。这四项都要有具足，较会实践。哦，所以有人在这种男女间阿个要做伙，哦，啊，唔知这个顺序先做安怎，阿个无修改，人若是社会去讲对哦，对个教禅定特别去做，我跟你讲，不能无物件，注意哈。两个人在讲，你就去杀，啊，就去讲好，无你坐袂开喏，甲你讲，嗯，迄种原来，不是哈，不是安尼，哦，不是安尼，所以进来对不？菩萨是善根一理诸邪觉，所行者庄严相。第三，这个智慧因果庄严，菩萨各地圣体一理诸颠倒。什么叫做圣体？就是成就解脱圣人的道理，就是你那个体叫做识。哦，知影到这个成就圣人、三成圣人的这个道理，无恶白做，就是立足颠倒，所成就的庄严相。比如讲，今仔日咱要学这个罗汉道，一定要了解四圣体。哦，安怎吼？要学辟支佛，一定要练得十二因缘法。你若要学大乘菩萨道，第一，你一定要了解什么叫做六波罗蜜；第二，就是一定要了解什么叫做十波罗蜜；就是一定要清楚到这个菩萨六十二种的开悟中，你应该安怎修。这个第二个讲出来。好、哦，啊，对这道理那是明白，你要学白修，这个叫做颠倒。安怎哦？但是一定要清楚，清楚啥？原始佛陀甲咱教啥物？一定要清楚，若无清楚，学白修咧，无境界，有时阵会出大事。哦，
这个要注意一下。但是你今天你若是按照佛陀所讲的，譬如讲这个四圣地，你来破执业道，按怎地你来修，但是缘起要按怎修，业破了你按怎破，是世界因果观、善根地理按怎修，自然会成就这个庄严相出来，这是必然的代志。那么第四个陀罗尼因果庄严，这个就是菩萨思善而不失啊。咱凡夫有时呢，这个善就想要做。一段时间一个都无去啊，都都免去啊。但是吼，但是真正在了菩萨的安尼哦，因事因将哦，听无？注意你若是要安尼优先，你对文化开始，你若对文化会当优先优将，你要先去菩萨道的尊敬，要对世界来优先优将。大家有想到无？你嘛讲说的叫做五界啊，啊叫做十善界，拢知影吗？但是这个文化唔通安尼停顿，唔通无理呢无理，安尼袂使只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唔可以讲菩萨慈善是不善，慈恶是不善，用这恶也应该安怎读，但是伊都会安怎读，读到后伊脑壳升起来，因为咱人心会变多，有时阵环境在变，心也在变啊，对不对？但是菩萨人家就会变呢，环境变，伊心就会在变。这个在这个经典，经典有一个比如，有一个人在行山路，忽然间遇到一个鬼，他用手，这个鬼要把抓，他用手把打去，但是手就鬼抓了，他再用脚把打去，他再用鬼抓了，用脚把抓了，他说他用抓了，这样，这样吗？但是呢，今麦来，伊讲这个鬼人来讲讲，你无办法啦，伊讲无办法对，但是你控制个心袂掉，就甲讲安尼。那么这个鬼人安尼你厉害，甚至我控制你个心袂掉，但是我看到你讲，他们都要骗你啦，你怎么欺骗？我去跟你闹了也无意思啊，你帮伊管。所以咱学会心分，慢慢来越变哦，这个心的就袂使变，你知影无？心绝对袂使变。因为咱活在这个因果的果报来对哩，有时阵会颠沛流离，这是必然的。有时阵的环境不顺，但是那是因为环境不顺，你心就要变了。我跟你讲，修行学佛嘛，我跟你讲，绝对无物件能够出来，听好。越更精进的突破，你那是坚持，做当初这个意志力，跟这个菩萨观念，我跟你讲，短暂的挫折，精进的改观。哦，所以进来对我们不讲。是这个恶的根本绝对袂使升起来，环境在变，但是心绝对袂使变，吼、哦，这个善心袂使变，但是自自然然你会升就一个叫做陀罗尼的因果庄严，就是被庄严相自然生出来。这个就是第一点，佛陀教咱说明就是四种的庄严安尼，哦，请大家慎重一下哈，这是大乘菩萨对这个法语哦，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欺骗。哦，这是个观，啊，有一个真真正正实际的修行。怎么来呢？这个菩萨修福地，这个佛陀的圆满，比这个菩萨因地哦，一定要比地相应呐。哦，这个比就是修福，像那个修福呢，就是度度众生，这个叫做修福。运用这个比心来博苦，所以这个叫做修福。但是呢，对这个个相继佛陀个净化心地，这个智慧的圆明，这是两种。所以这个菩萨一定要修福地，他个修戒定慧，戒就是菩萨戒，哦，啊个这个在地戒、一切戒，然后他促进到这个定，啊来靠智慧。如果若要有智慧，一定要先有定；但是要有定，一定要先修戒。无就讲无修改有定的，啊无就讲无定有慧的，无安尼。但是呢，若是无智慧，将来要解脱真困难。第一，无智慧连自度都无够力，听无？你度众生更加无可能。所以这个慧就是破戒的形成，但是一定要多闻，多闻就闻慧，听经闻法，看经变了，一定要读书，就是去参悟。还有主人有这个书会、哦、但是一定有文书再来一定要修
像个王阳明先生佮讲，讲知行合一，自然会得到这个实际。所以今仔日道行阿爸讲讲，你捌偌济修偌济，我学偌济修偌济，自然会得到这个智慧的开发。哦，即、这个我甲你说明一下，比如讲，上个课就一定修，所以当你闻法了后，听经闻法了后，你就会知影，咱人对什么意会到六道轮回，就是咱人每一个人有个别的种性，个别的种性，这种性内底有贪的经济，有无耻的经济，有经济不良的经济已经内底里。因为这经济个造型上呢，气氛型来主导，即有本来都有地下因，有轨道因，有畜生因，有人间因，安尼来甲讲，自然个这些经济气氛型来主导啊。哦，如果多年来主因就是这物件嘛，如果这物件那是无，这物件那是无，自然就无得多年来。安怎样吼？这修就是经历这物件好清气。但是中国爱想那看到改，因为若无改，人你又搁做业，做业就搁加添的，啊！我感觉比如一个呢，做咱即马要听经闻法，咱袂讲讲袂使受气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什么会受气？咱过去脾气对不对出来？第一，家己有业障，先来对。第二就是四大人留给咱的迄、那个威权，哦，啊，所以有这两项物件，业识，自然你看到一个无顺的代志，你就发脾气，这叫做起现行，哦，安怎样吼？你若看到这代志无顺呢，啊，你怎就生气？哦，无应该骂你就不骂，无应该摔的你就要摔啊！如果到厝内看无顺呢，就我底下就要变脸变光啊！然后，哎，有人都安尼啊，啊，这是对对出来，等于对心内底出来了，对你家己的心内底污染出来。但是你去摄的、去摸的、去染的，一个新的经济去添的，安听好无？每一股添一点，每一股添一点，每一股添一点，这个叫做啥？翻分析安尼，分析下来叫做翻分析，安尼你确实嘛是无物件，听好无？你确实嘛是无啊？因为你今日只听讲，但是你改无过，改无过，即譬如讲，恁等个啦，恁每从当地看到囡仔，甲你早早甲母爸抓着，还有迄时间啊，一暗无天来，你母爸安尼，啊你甲看，一股时间来了嘛，听无？到时你初一只甲都讲到这样子，直直签落啊，啊但是你改起来，听无？但是不管怎个，就甲你讲，恁等个嘛，就讲囡仔安怎，绝对千万别再受气啊！啊！规工个不管在改，迄个工作拢无去啊！所以记住哦，今仔日在问题，你若是发出来了后，搁再自觉，即个叫做反问题。新的经济搁添未啊？新的叫做修，咱今仔听讲文化，袂讲讲即个权威性，就是地面上，上到无你爱进来，听无？但是这个拜佛忏悔，拜佛忏悔，这个拜有个拜八十八分。针对着这个权威性，来去参的，来参的，来参的，到尾这物件就，安怎样哈？这个经济就从高位落去，而且你有个参的，富的更加去铺在的，内底不安怎蛮乱的，把钱富起啊，听无？因为富更你感觉有四千个太阳的重力啊，四千个太阳，但是我咧讲哦，无气密哦，一阵温和一强。啊！对父母家你抱着，你自然就是无气嘛。但是你自然家己到尾你袂受气哦，那袂气贪嘛。做礼佛修改嘛，得到代替的人吼。甲你讲，得到代替的人，我甲你讲，你要贪贪袂起来，你就干要甲生贪贪无。你就干要甲悔改吼，你唔敢袂晓做。就讲人甲你拍甲你疼哦，你敢要受气？因为你都无迄个受气的经济已经来过，你受气袂落来，听无？做修行学佛，就讲捌偌济，一定要修偌济。这个叫做修，这个修了后，我们自然这物件就变得净化嘛，净化怎样吼？安尼，安尼了解无？这经济的净化，到尾再变得清气，越修越清气，越修越清气，
的那路是什么？就自信完明那个如来体现就露出来，听到没？那个蒙蔽的物件吼，基本到气真的那个乌云大地天变明，那太阳的光照就出来啊，还是讲月光照就出来，那乌云飞走，那个光线就出来啊。今天咱的佛像就是被无量的灯啊，真的佛陀讲的四千个太阳的灯啊，咱的佛像也是安尼啊。就连你都会当普照大悲，所以这个叫做修慧，安听无？咱人的普照吼，另外一个名叫做空慧，啊，另外一个名叫做空慧哦。你若有要实在修，贪的种子、嗔的种子，什么种子拢都消得了，那么自然咱人的普照就生出来，所以这个叫做修慧，安听无？这个我跟恁讲过嘛，今仔日咱过去都唔捌。啊，知识，我们用家己买知识，啊，买个知识哦，用家己心家己对啊，啊，啊，今仔日你若有听经文法，就调理过来，过去迄个买个思想观念哦，就直直调整调整，因为这个知识就是世间事的参照，这个就是不是正知见，但是受过佛法的文慧思慧了，调理起来就产生一种叫做正知见了。过去会贪的，你今仔就讲我唔通贪的啊，因为贪的牵的因果，啊一切世间事拢是因缘法，晓得无？不过你更加侪嘛，咱咪无去啊。缘起性的因缘法，啊个是伫因果来对的。你今仔明白？你即个所有过去的歹的心念，你就该直直调理过来，因为你的知见已经产生一种正知见啊。但是你有心哦，真正在内面心。照着佛陀所教育的，啊，你开始就是修嘛，你后来就是人间的真正圣地性，听到无？哦，这就是有修出来，这个叫做修慧啊。修慧对象呢，就是破这地完明啊，就是这个空慧的露现出来。安尼来就啥？你迄种破这都含虚空相应啊。这个叫做客力啦，听好无？对，客力佛陀嘛是安尼啊。但是客力就是咱真正讲的人间的这个菩萨者，叫做善地色者就对。慧能大师讲善地色难遇啊，这款的人真少啊。啊，你若要是一个大家，你就是这种的人嘛，善地色的人啊，先调整地见，有文思，文慧思慧。但是实际要去知行合一，要去改造家己在不良的分子，要在业相，自然完明了，你就真正得到修慧，安尼叫做善知识。安尼你就是人间的真正在菩萨道。哦，这世间在找这六几个呢？这个台湾在找六几个呢？你来怎样呢？你家己会当去看啦，对不对？找几个，你家己想，哈、哦，就知影。到今来跟我讲，菩萨是福地。盖顶非顶，自然以庄严于，哦，以自庄严哦，因为盖有盖上嘛，对不对？哦，盖顶非啊，顶有顶上，这个谈到讲过了啊，非有非上啊，这个谈到比如讲地非用的庄严，啊盖用的庄严，甲顶庄严嘛，好、哦，这个就是，这个叫做三不老合啊，所以以自庄严，自然故自相化。这个外相自然地先有一种菩萨相出来，当伊对讲菩萨相那个形象啊，伊实现伫这个现前的人群中，就是这个五根六根不全的人，身躯脚脚不全的人，还是地中不全的人，在人的这个内底人啊，不像好的家眷啊，好的家眷有一个相对，你应该知影嘛吼，因为伊的人生甲伊的外相含一般人无同。天生的强烈对比，然后他搁改说明这个业因甲业果的属性。为什么怎么来菩萨现？你那个人根本不用会跟你讲，为什么恁会安呢？为什么我含恁无讲？哦，对不对？菩萨会跟用两种比喻嘛？今仔日恁是什么原因？恁手会过僵，脚会过僵，为什么恁会小耳麻痹？为什么恁的目睭会歪斜？哦。为什么你的嘴安怎样？这个就甲讲，因为恁过去在六根的中间，恁就是因为做什么的？哦，啊，我过
爱去的，因为就是无做啥物了，我会安安怎收？所以呢，就甲因讲，恁从经济好好参考，啊，唔通搁再做唔对的，吼、哦，莫搁再任意做个作业，他免造成着自我的不幸啊。所以咱人的不幸吼，咱家己做出来，不是什么个天无公平，不是搁老母一点要甲你生个恶个事出来，那就安尼。好、哦，我们。有个怨叹嘛，迄姊妹啊，中间有怨叹，讲想我你搞阮大姊生得阿水，阿家生得再歹，伊唔知我是家己的业障啊，听无？有人讲想我你生阮大姊了有好命，阿生我这个歹命，迄个人的因果，哦，菩萨在这种的团体中，自然会甲因教育，教这前因后果是安怎来？想我恁讲考在后果，想我考这个。就是甚物款的前因，要前面谈到重点啊，吼、哦，正道、明道、修道、理道、出道啊，不随道、转道，这道就够烦嘛。所以你唔通想讲，大家要教人，大家你若无猫骨，外头实在我不说你，吼、哦，对，你绝对将来猫骨就消化，就消毒，安尼骗你。你今日若用大家要识别人，你来是就对迄个出事、迄个消毒的人，不然的啦，哦，因为这是报应啊，哦。这段就是讲安尼哈，来，怎么来？菩萨是入下贱啊，下贱是什么？那叫讲卑鄙，啊，这个卑鄙也是讲卑贱，安尼来甲讲，所以咱开始讲叫卑鄙，就是讲无重视真谛。甲无重视道德，迄种诶人，我们甲叫做卑鄙，安怎样吼？当然啦，你看咧嘛，按照着这个文字上，啊甲这个名词，伊会方称作贱人安尼，啊，啊甲贱夫啊，甲你讲，翁仔某那是真无道德，会互人讲安尼，讲因某是贱人。因这个翁是贱夫，卑鄙无道德的人就会用这种的批评，安怎吼？翁仔某叫卖国，就差不多这类的，对不对？安怎吼？翁仔某当这个做菜，就差不多这类的，啊！但是佛陀示现的时阵哦，印度有四项无平等的改变，就是修道了。哦，你若讲讲印度的塑像，迄最下贱的人叫做修道了，属于苦厄下贱的种族安尼。啊，你若看美国黑人同因白人笑讲，就是下贱的人种嘛。哦，美国就有这个不平等的这个问题嘛。当初这个林肯哈、哦，就是要打破这個不平等，因为较早黑人拢互因叫做黑奴、黑奴嘛哈、哦，到尾这个林肯卡。打破这个不平等的代志，它引起了美国的南北战争。但结束了，林肯党气煞死啊！你知影吼？哦，这个都好人啊，到尾下场真正是安尼，那就即卖这个以色列的拉宾首相，伊就好平啊，不过看伊个阿里山王蛋也讲气煞死。哦，林肯嘛是用暗杀死，伊咧解放俄罗迄个不平等的。哦、所以这人性来对吼，实在是阮人哦，众生怎样有够悲哀，悲哀了对啦吼。所以在当代印度，这个修道罗思想很清晰，有时阵伊伫路边去行，本来会隔离，你知影吼？不，未使去定型者。但是佛陀在佛法团体中哦，伊拍破着这个不平等的代际。塑像拢会使出家，当时拢会使姓释的对，哦，在当初是安尼。但是呢，在当初印度最高级的人是这个婆罗门，第二就是释迦牟尼，释迦牟尼就是这个帝王释迦族，第三就是舍利人，第四他这个苦厄，苦厄就是这个苦厄，做这个专门叫人出家的。安怎吼？所以印度当初是几种，但是佛陀内底人呢，什么款的人拢会使出家？比如讲这个优婆离吼，就是属于这个修道，但是伊嘛是出家，出家嘛是分来信息，啊，安怎吼？
但是众生下贱的心想到无理想，另外就把人说明一下哦。在这个白相中，不是讲在这个白相，就是讲个人的性质啊。这个白相就是要讲个人的性质，安怎样吼？因为众生的心念就无理想，有下贱的心，有的人是贪迷啦。天理就是现在用到那个普通的话啦，啊，有的人是曲球，无应该人刁工要共求处，这个叫做曲球。有种是真贪欲，有种卡袂到就轻微心，有种是妄执，有种邪见安尼。哦，这种的心理上到强烈的哦，就是愚妄的咱人的佛精神啦。佛精神就像是黑含不得。动定的德性，咱人人拢有含佛陀的佛性，但是咱人若是偏离缺求贪欲，心为妄执邪见，愚妄的人呢，愚妄地安尼，愚妄地啥？愚妄地的这个佛性，我刚刚就讲，这个经济拢落在这个各种事来这边，哦，所以呢，他会入地的这个下贱的众生。我甲咱当想迄狗吼，你若有好食，甲烤得来嘛。本来要甲想嘛是，感觉较有一点下贱，但咱人有哪有安尼嘛？物件好就忠心嘛。你若物件好，伊就安尼无讲心理啊。这属于讲啊较下贱的忠心理。所以讲你讲人吼，话得较有一个款。应该咱人是顶天立地啦，听好无？男众女众吼，爱话甲像大丈夫安尼。安尼靠送人，吼、哦！安尼人讲贪迷啦、缺求啦、贪得情欲啦，我讲这就无啥顺啦。这种人的心理就无啥顺，吼、哦！做生意大家嘛做较正当的，听无？啊，你讲爱一款物件嘛，唔通爱到个嘴面啊就无同安，吼、哦！对这个可怜的啦，啥货安尼，一直真下贱的，表示安尼你敢知影？所以会记一个人，倒是不是安尼哦，但是真真正正人哦，那是人间的大丈夫，都感觉较正常，晓无？因为咱人是三才之一，天地人，晓无？所以咱一定要下天心地光明，下地就是心爱有大量安尼，晓无？人安尼较肥哦，所以心爱光明，做人爱健康，哦。所以有一句话叫做光明磊落，应该安尼开始属于人的叫人静，哦，所以一个人吼，至于有几项无正常人吼，所以伫了下贱的动物生活伫下贱的环境。那么什么叫做下贱的环境呢？就是地下恶鬼甲畜生道，了解无？这个就是人间道中，哦。为什么因为生在地下恶鬼甲畜生呢？就是伊过去是伫人间道的时阵，哦，有那生伫贫穷贫贱，或者是心地白心地白色，哦，迄个事实不如伊痛苦这种环境里咯。伊过去那是有这种畜求天理贪欲啊。比如三恶道是伫地下恶鬼出生啊，就是在人间生活会生伫贫穷、贫贱，也是讲心地白色，也是讲处事不如意、痛苦的环境内底。哦，过着不如意的生活，啥物无？太严重了哦！所以咱人吼，有那爱积得心地光明，啊，若无将来伫人间也是安尼哦。所以这种不如意的生活，伊若是想讲我将来要入到这个佛经性中，我要入到佛法，吼、哦，要入到将来我要来现实，就要现实，唔是遐简单咯。你查个人未使写写出来哈、啊，有规样那未使写写咯。真侪人写过来，讲要做写啥物货，在家就未使写安尼哈，出家人较会写哈，听无？啊，在家人未使迄个念珠未使挂在胸前哦哈。你要注意啊，那是做个无，唔对哦哈。啊，所以呢，将来若是讲要入到这个佛精神修行学问哦，比较较困难。就是我即马安尼甲恁讲，你要改变心地，哦，
做一个真正的顶天立地的男子，但是女丈夫，女丈夫就是有男人的性格啊，安知影无？有真正正正查甫人的种性格，大丈夫的性格，这个叫做女丈夫。那安尼将来啊，你要入到到这个佛道内底信息，啊，到了要学会修行啊，安尼就比较较紧。啊，若是讲原在今仔日开始学佛，都有去听经啊，你讲在去贪欲、求求、贪欲、情欲、妄执下边啊，那安尼你入到这个佛性内底是比较较困难。安怎吼？所以先改造家己。吼、哦，我跟你讲，活较高贵的，活较高尚。听好不？吼、哦，会记住哦。什么代志唔好讲真就随便，啊，什么代志讲讲爱被要求，唔免安尼。我你讲哦，佛陀甲咱讲哦，讲宁可修改一世啊，绝对袂使破改一生，大学较标准的，吼、哦，啊，绝对袂使缺掉，唔通读袂到，就改成讲做迄个可怜的想出来，何必了？我跟你讲，未死都未死，我都无要讲安怎样，安怎无？安尼活了较正常，听吼。就是去做生意啦，去创啥货哦，有哪无无安尼，安尼你念念啦，有诶无诶啦，种看诶就结束。讲话吼，靠有一个啥来靠有一个佛地主迄种精神甲语气，吼、哦，我是较爱大家安尼啦，安尼来将来你要入到做佛道。在这个做下来，在做一个真正确的佛弟子，确定啦，听无？啊嘛较正确啦。你若讲做佛弟子，啊，搁再有诶无念念嘛无啥对，吼、哦。咱要来菩萨的因地来对喏，菩萨的因地，我再再是众生的问题啦，为什么比较较下贱的心理啦，对不对？但是菩萨的因地已经具足功德，功德已经具足。当前一个心为佛的精神啊，哦，一定是完全家己起来嘛，会当心为佛啊，所以心为佛，所以菩萨用着大慈悲心，是入下贱的众生中，哦，今麦这个话题哦，众生就是讲哦，真侪下贱的众生啊啦，那我们相信你今麦甲看迄个。今麦今麦已经入位抽名抽番抽排出来嘛吼，要开始在变，在变你来看，什么款的形态拢会造出来？到尾欠靠掉也有啦吼，对不对？断掉也有啦，是不是？向对象诉求也有啦，诽谤别人也有啦，制造问题也有啦。我你讲迄种下贱啦，听好无？迄真正拢下贱，啊、哦，安怎样？我咧讲吼，问题嘛，啊，首先带着一个无好的正常的心理开安尼，啊，所以因为菩萨用大慈悲心，是入下贱的众生中教育这众生，应该安怎修学，啊，肯来具足一切功德安尼，安怎修，安怎去一切蒙蔽，作为出生在佛精神中的主流呢？啊，不修行，你若无具足资料，到你讲行无远啦，行无。因为菩萨道的身份吼，爱经过三大阿僧祇劫。你若福慧两项无具足，你行真过就煞去哦，我无骗你哦。啊，你若资料无具足，我甲你讲，修一世两世，凡说你在世时修一年两年，你就准感觉无去啊。所以一定要鼓足福地出名，将来一切逆境你拢会当打破，啊，较会当造就有始有终，行持菩萨道。若无我甲你讲，心理个变化，个变道是真紧哦，我无骗人哦。因为咱人活伫因果内底啊，明仔后日去，还是明年去，咱这大地变啊变化，咱唔知影嘛，咱知影吼。尤其是咱个人个职业安怎变化，咱也唔知影。那么在这个中间，自然要安怎有优势优将，这若无相当的境界，我跟你讲真困难咯、哦。哦，了解无？所以今来对我去讲，菩萨怎样安怎修行，爱以一根骨头一切功德，作为出生在佛经中的主流，造就因缘而成佛。造就什么因缘？造就众生的因缘。众生唔捌，看了做着下贱的工课，
好，有咧下一个心理，看做咧下一个功德。但是菩萨有一切功德，以这个众生中来个教育安尼，和教育众生中，和众生心有种出世之念。好，安尼就连连众生也兴奋，伊也兴奋安尼。啊，这么来就古叫做喜悦努力求道，可以读作努力哈。雷的三火呢？雷的其实就雷的是三肉母气肉的意思啊。这里的就是衰肉无灵，那么衰肉无灵呢？什么代志都安尼，拢无办法，看到做都做袂好势，啊人身体虚弱。要做这也未想爱做，要做这也未想爱做，因为见足侪人啊，有是笨蛋啊，安听无？哦，笨蛋的人嘛是会使讲这个问题啦。哦，利欲，利欲就是叫做三欲无气力的意思。那么求道是什么呢？就是面貌丑恶怪异，有种人是面较不遐好看。哦，无好看，同我头摆去讲的，咱人的这个神经也是已经有破用过张哦，自然这个五官都有关过去啊，这是必然的代志哦。啊，有的是安尼出事了后，面真歹看也有哦。啊，有的是因为人心地都无好，啊，出事就安尼哈。那么在咱这个人道中，天生丽玉，丽丽秋露。三欲无力，畸形怪状，有那是一种的胳膊啦，哦，有那种的胳膊。那么进来这有一句叫做哪路延伸是什么？这句，哦，这句哪路延伸？喜悦为力求乐，以得哪路延伸？哦，一切众生之所傲见，这傲就是好的意思，爱较好。欢喜家己，但是因为伊表示哪路延伸是啥物意思？安尼，吼、哦，哪路延伸？吼、哦，菩萨的写哪路延伸？这哪路延伸就是天上的金刚力士啦，天顶的金刚力士。不过咱若是去团结吼，一定要请这个护戒心将嘛，啊，甲金刚力士来甲咱护戒。吼、哦，这个金刚力士伊的心端正明勇。所以每一遍戒定呐，请落这个金刚力士会来给咱护断，啊，甲感戒，佮感到咱等于到隔日的六点天光，哦，就是这个哪路延伸的这个金刚力士安尼。但是伊的身躯哦，真端正明勇，身力十足，哦，力拔山河哦。那照这个佛经去写，这哪路延伸会当自动两支山甲分落开？啊，听好无？迄、那个河甲切来边安尼，迄哪路延伸是切到？迄、那个山两支甲分开，分一条路，啊，这条溪甲移来边安尼。好、哦，啊，你甲看伊气力偌大，但是伊真庄严安尼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要去甲咱说，讲菩萨会当救拔无量众生离苦，因为伊有大力。所以这个佛陀的古作叫做大力，也叫做大雄啦。哦，摩诃萨也当救拔无量众生离苦，所以菩萨有那称作大力啦。菩萨有那称作大力哦，因为菩萨有具有三十二大人相。哦，菩萨有三十二相啦。我迄个三十二相有写伫迄本《金刚经》的讲解内底哩吼，再所以我就阁无整理啦哈。所以这个就是一切众生之所傲见。咱这众生看到菩萨的三十二相，拢真欢喜看。比如咱今日来到佛寺内底人吼，看到这个佛尊的三十二相，就真爱甲瞻仰。啊，真爱瞻仰就得到功德。吼、哦，所以大家有真济人啊，来到佛寺心就轻松，再气氛真正无同。啊，看到佛的三十二相，就产生种个好感出来。这是第一个问题，卖讲社会，像平平这个法师吼，那外相无介庄严的吼，加上有那较袂吸引，啊那外相较庄严嘛较吸引，这是必然的代志，吼、哦，啊人那是外相较庄严嘛是靠有人好感，
这是必然的。所以这个唔敢去讲，菩萨有三十二相，这个就是众生之所偶见。但是菩萨的事业的这个三欲无力，的这个啊个体型基因的这个人群中哦，因为这个体型有强烈的对比，安怎样吼？哦，这是必然的代志啦。但是因为伊会当用到这个真殊胜的体型，啊，互众生看，为什么会安呢？啊，恁为什么会来三欲无能？伊会甲讲，讲这是什么原因？来教育，互伊会当修行，哪路沿线的这庄严上之道安呢？会甲教，教讲你是什么原因来安呢？啊，今仔日阮已经有去修，为什么阮含恁无共？吼、哦！众生有的人为什么会无气力？有的人是能量较济，这嘛是因果啊！哦，啊，但是菩萨示现伫人间，佮他示现伫这种三业无能的环境，也甲讲啊。但是伊要哪甲讲？当然，伊先表现迄个外相庄严上出来，然后甲伊讲，伊自然会听。这个叫做啥？一切众生之所偶见，因为伊爱看伊的相是安尼嘛，吼、哦。这是自然的代志，比如讲今仔日吼，我简单比如一个咧，咱要鼓励人素食，你绝对要有一个真好的面容出来互看，按讲意思嘛。啊，你若讲你甲你三比八五比比，你叫人食菜，我甲你讲，什么人要甲你信？吼、哦，啊，我敢甲恁讲啊，我素食四十年啊，对不对？我十七八我开始素食啊。好、哦、啊，我这个精神不较差恁啦、啊。我明仔早七点就要过来台北啦。啊，我下早去两一点半到厝啦。听有吼？我嘛无三日无灵啊，我嘛无讲无精神啊，听有吼？啊，我嘛无迄个歹气色啦。我都讲我比恁较无用的啦。啊，我的精神嘛无比恁较歹啊。啊，我身体嘛无比恁较歹，哈、哦，知影？啊，我鼓励恁所说。我相信鼓励恁会行嘛，但是我所以我无面色青黄，也无面啊黄皮皮嘞吼，安怎吼？所以我自然鼓励恁会行。啊，大家嘛讲，人说我都食四十年，食到我面色安尼红白赤赤，安尼咱无食嘛袂使啊吼，对不对？吓、啊，安怎吼？这是真自然的代志。所以这个菩萨一时用了哪个眼睛入到迄个三界无量空间，伊就甲大讲，恁安怎修修起来？这是必然的代志，因为一心用这个高德外相庄严出来来讲讲，人自然会接受安尼。啊，那是依原在三比八呢，菩萨三比八，你甲看伊边个干嘛？啊，你有收到无含无差无偌济啊？哈，啊，自然高德袂惊，哦，这段袂结讲安尼，然后，所以这边呢，这段的内容，所谓菩萨一示现伫这种恶环境内底，当然也德行圆满。有迄个本定来教育，有具足的一切德行，有具足的一切实际，安尼自然来事业到这个贫穷啦，啊事业到这个平凡啦，事业下贱啦，安尼自然在人会听话，因为前因甲后果有一个已经有强烈的对比啊，安尼甲因劝因就听，听因就会晓修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就讲成就。回到了后，他就大海众生出离安尼，这这段就是讲安尼，吼、哦。阿兰今麦阵讲到这，今麦佫过则个事实末边，吼、哦。安尼即个袂后悔，较佫说明哈。啊，注意下记一路，唔通无来听哦哈，无来听你心里拢唔捌咯，哦。啊，唔捌你那么修行，三宝弟子就无啥亲像啊啦，吼、哦。啊，继续听，啊，我就有这个。真实在甲咱分析甲，互咱，我就是讲，互你阿哥唔捌听过经典，你嘛听有啊，吼、哦，爱应该就爱好好来学。